接把我拉进去厕所的小房间，然后把口罩拉下来就要亲我，他们都没有处理，甚至对我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很开心，代表我很漂亮，所以我发生的这件事情。刚升大学没多久，我那时候去服饰店打工，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对面就是钱柜，钱柜就是各种人，然后就是有人好几天都跟我跟到公司，我是到第二天、第三天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男生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我就用冲的，每天用冲去上班，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，就跟我们老板还有老板娘说，有一个男生一直跟着我，然后那后来那个老板就走出去对那个男生吼啊，你先站站啊，臭小高，你怎么变堆啊，什么什么，说我是他女儿，然后后来那个男的超恶的，他用一个很恶心的表情跟我老板说，你怎么变就是耶，就是那种奇怪的神情跟语调来称赞你有多漂亮，导致他跟踪我了两三天，这让我蛮害怕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我下班自己回家的时候他会不会继续跟着我，所以我那整整一个月下班都是老板陪我走到我家，但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处理，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对我干嘛，后来那个男的也就渐渐就消失了，也不知道他去哪。再来就是一样是我大学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跟着我一路过马路，可是这个时候我都还不知道，然后就一直到我门口，然后那时候一样下雨嘛，你们都知道，就是你进百货公司要装那个伞套，准备要装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拍照的声音，然后他从我的裙子，我那时候穿短裙下面这样，然后后来我会知道是我在装伞套的时候，那个警卫去跟那个男生说，你怎么可以偷拍女生，才知道，然后他长相是有点肉肉的，年轻的，不过后来他讲话也怪怪的，然后就只是说我不小心拍到，我听得很生气耶，他说他不小心拍到我的内裤，有什么鬼，再来这个，他当下袭击完我以后，他就跑走，跑超快，他跟黑男哥一样穿全身黑，然后戴帽子，不是我，我那时候在买绿茶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等，就是会这样，突然有个人就这样。然后还这样子哦，然后跑走，我直接骂三个字的脏话，再五个字，到底谁啊？那个知名饮料店的店员，我真的到现在我还记得他。如果你看到这支影片，我会给你拍手。他直接去追，跑去追这样子，可是还是没有追到，然后就回来，那个店员还跟我道歉哦，根本不是他错。到后来就是我还跟我闺蜜分享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我身边的朋友两三个也遇到过他，但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被抓到。他是常常出现在桃园市区，常袭胸女生的一个人。对，拜托桃园朋友要小心。这个事情也大概发生在一年前，很恶，但这个没有办法处理，因为监视器根本没有拍到他的脸。然后再来是出社会了，换一个地方工作，不知道这算不算骚扰，可是的确是让我不舒服的，是因为我在归库存的时候，我都会被摸屁。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处理这件事情？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跟上司是朋友，那他会不会无意间的有没有到很好朋友，就是那种基本礼貌。可是你不会想象说你的上司是会对你做这种事的，因为他看起来斯斯文文、一表人才，然后就是每次归库存或什么都会被摸屁股啊，偷偷牵我的手啊，然后我都把手抽掉，或者是单独约你出门，然后我都不想要。到后来我也没有处理，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做更严重的事，然后我就跟我的妈妈讲，然后我妈妈就请我离职，然后我就离职，大概做不到一个月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大家有看新闻。这一两个礼拜才发生的，这是我最害怕的一次。这一件事是我在上班的时候，男生跟我说，哎，妹妹，你可以来帮我看一下洗手间马桶好像有点问题。我一进去，他就直接把我拉进去厕所的小房间，然后把口罩拉下来就要亲我，让我害怕到我原本不想报警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发生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很多女生会不想报警，不是因为她嫌麻烦，而是她害怕让人家知道她被性骚扰，或者是她被侵犯。其实要很认真告诉你们，这件事并不丢脸，因为错的人不是你。最后我还是决定报警，然后这个男生竟然对我公司的主管说，他觉得我太漂亮了，导致他情不自禁。就是这种完全没有反省的人，真的觉得不用原谅他。然后我还发了 Instagram， 然后很谢谢各个新闻频道，他们就帮我报道，那这件事就闹比较大，我的公司才愿意处理。我的公司原本也不愿意处理哦，他们希望我隐瞒这件事情，然后要我相信公司，公司会处理。可是从我上班的第二天发生到我上班的第八天，他们都没有处理，甚至对我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很开心，代表我很漂亮，所以我发生的这件事情。他可能不是有意的，他可能开玩笑想要安慰我。可是我觉得这一席话是伤害到我的，因为你很漂亮，所以你被侵犯，你应该要开心。我会解读成这个意思，我们公司是有口疾的，不是用口疾，然后我害怕到冲到柜台里蹲下来大哭哎，而且那男生是两次，第一次他把我骗进厕所压住我，我要逃出来，他又在拉我的衣服把我拉回去，然后又要亲我一次，然后我用口疾我冲出来。我那时候发文还有很多人说，你穿那么露裆会被性骚扰。我跟你们说，性骚扰跟你穿什么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穿西装、衬衫、打领带、长裤，
凹跟皮鞋，你穿什么跟你会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关联的。他们想这样做就想这样做，所以你还是可以爱漂亮，你还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事，你还是可以穿你想穿的衣服，不要管别人讲什么，但是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大家就分享完了，这是我这一生目前觉得比较严重的性骚扰事件。为什么要分享这个？就是因为我的心态是从很忧郁、很害怕到我勇敢面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告诉所有的女生们，保护好你自己，做你自己的样子。反正怎样都会有人想要对你干嘛，然后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人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。